过，来这个毛呢绑带的，毛呢绑带它是直接转好的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开。毛呢绑带这个它是直接就长这样，放心，这个穿起来非常欧美，非常欧美风齁，很好看。然后它是直接就是这样子的，直接打开，非常好看。这是我之前后期忘记要给你们推荐的，来这个。哦，这个不小心，爱心的小外套，我不知道我还有一件，傻眼，爱心的小外套哦，爱心小外套很划算哦，两件现在500块，都在这一排哦，都挂上来了这两排，所以你这两排上刚好看到喜欢的就可以买，就可以买哦，对，然后这个，来这个不啰嗦啦，就100，100，两件200块带走吧，放心哦，大内内小内内都可以穿。齁、哦、你可以就是直接穿在里面，它是有点包心纱棉料的，就是这种，所以它穿起来很舒服。齁、哦、就两件而已，就这两件。就这两件啊，就这两件，就这两件。哎呦，我再来看看什么。然后如果有人怕冷的，来这个。这个嗯。这个我跟厂商扫的。齁、哦、两件。两件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里面是很高级的那种刷绒哦。但是这件的话，建议 XL 以内的，因为这个里面稍微有点小。来，两件150，很赞哦，这件大推推。然后我自己的这个，我刚后面又找到，我本来以为已经卖完了。来，这件你只要身高163以下，好、哦，发了一，然后下面有包皮，你可以不用穿内裤，直接这样穿就可以了。然后内内超集中。超保暖超好看，你如果要出去外面玩，你想要找一件就是贴得很身体很贴得很保暖，就这件本来250，我们再200，因为剩最后三件没了、哦、剩最后三件没了啦、哦、再来哎、欸，他我有点伤心，刚内搭这个，你这个哪个内搭，哪个你说这个，你说保暖的是不是保暖的吗，保暖给你看，哎，我不是有四件吗？怎么少一件？这个很适合你去那边，哎，这个里面是这样的，有没有？很保暖哦，保暖到爆。但是我觉得就是 XL 以内啦，对。然后里面是那个婴儿绒，很舒服，哈、哦。然后像我的话，我是会把这个绳子剪掉，就变成平口。就变成平口，2件150而已哦，很便宜哦。我记得我有四件啊，怎么剩三件？还是我卖掉了？哦，没有，没挂到，没有挂到。嗯。然后这件就是我自己本来想自留，但是后来我又内心又一阵纠结，所以你看它本来应该要卖完，就又被我放到现在，就一阵就，反正没有卖掉就是我的啦，包我也没有关系，让你们搭用的。这一件真的可以买哦，这件真的是250块，就是海靴一波，海靴一波。来这个，嗨，红桂香，现在2件500，赶快哦，好，2件500块哦，真的，啊、哦，2件500块，随便卖的啦，随便啦，反正我今天就是一样，就是在跟你们拉塞而已。这是有点偏小米白，但没有到米白，就是刚好介于白色跟米白的中间，哦，中间，没问题。今天就是走一个随便卖，反正那么冷，哦，那么冷，对不对？雨心当然，噔噔噔噔，好哦。我先写300哦，哈，反正到时候结的时候，我会帮你们结成500块。再来吗？再来看。哎、欸，再见。毛海外，哦，毛海外，毛海小外套，有黑色、白色，还有灰色。毛海小外套，哎、欸，这件也很值得买，这个料子很好、欸，哎，这一件，它不是短版哦，它是正常长度，然后是正肩的，所以穿起来很瘦，然后是那个金色线刺绣，穿起来很好看，很笑脸哦，很笑脸。哦，这是套装的啊，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卖的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那么惨，来没关系，那我们把
就是裤裙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裤裙也特一特。如果你是喜欢裤裙的女生，那就恭喜你了。来，这个，这是裤子，哈，这是裤子，2500。然后这个是裤裙呢，裤裙，裤裙有点棒束的，里面是裤裙，然后里面是弹性的，这是咖啡色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太空棉的，我们都算2500，让你们买好不好？买的开心，买的开心。哦，有这三件，这三件我不小心把他们的外套都卖掉，所以就是变成说来穿起来很好看，有棒束的哦，裤裙卡好，这个是拉链的，有黑色，请打拉链，有灰色，是后棒的哦，后棒的裤裙灰色，然后有奶茶色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米白裤是那个米白裤是黄桂香的。现在买东西就是便宜啦，就是便宜，很便宜吧？反正我就是，我身上这件也有在卖哦，我身上这件也有在卖。嗯，我身上穿的也有，这个是黄桂香的，哦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咖裙，咖裙是我们黎明雪的，明雪，我很期待天气变得超级热的时候，感觉今年算是，欸，我想坦白，今年算是我蛮喜欢的一年呢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很舒服欸，这天气好凉哦，我好喜欢哦，好喜欢这个天气，我希望可以继续保持，我喜欢这种冷冷的感觉。来，这个是就是这个就是当季的咯，这个穿起来很舒服，但这个我建议就是 XL 以内， 2X 可以穿比较贴而已，然后它这个料子里面是裤裙，穿起来超凉，然后有奶茶色跟奶杏色跟灰色，它是 A 字，但是它是比较偏贴身，很好看，哦，一样就是给你们特，一样特啦，哦，一样特，来，欸，这件买到赚到哦，高腰花包，然后是后棒的，这件原价300-350，我忘记了，哦，一样算在内，这个弹力很大哦，弹力很大，哦，可以穿。哎呦，这个皮裤心疼哦，这什么尺寸啊？好啦，皮短裤我跟你讲，这件买到赚到，但是我看不到尺码，等一下。来，皮短裤一件 ，L 号就是 L 号跟 XL 都可以穿的皮短裤哦，这件买到赚到，应该知道吧？嗯，就瞎卖就对了，反正把它卖一卖。瞎，你看我下面的行李箱，你看到我的行李箱吗？噔噔噔，来这个裤，哎，咖啡色裤裙呢？裤裙呢？是裤裙，而且是 A 字的哦，咖啡色。因为大家都买黑，所以它剩咖啡，所以我们拿来特。哎，这件可以穿到2X，绝对没问题，绝对哈。来这个一样，2件500块哟，2件500块哟，哈。等一下，哎。套装啊，好不好？套装我们就随便卖，好不好？套装一套来，这一次就真的随便卖了，一套300，好不好？里面是百褶裙啊，外面是翻领的上衣，一套300块。嗯，我懒得在那边介绍，就直接一套300。好，嗯，然后来这个，它有白色，我跟你讲，白色这件林小红你穿一定超美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，它是。针织外套加窄裙，窄裙 XL 可以穿，一套300，好不好？随便了啦，我们只要大家开心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它黑色的，它居然有黑哦，黑色也是一套300，窄裙哈，窄裙几套300啦，几套300，300块，几套300块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裤裙，然后这个裤裙是那个粉红色的抽绳的。一样都可以搭，对，哎，你要看哦，两套这样就500块了。刚刚有没有人发现？我刚乱开价，开到最后2套500呢。啊，唔紧呗，要等下面时阵。哦，哎呦，来跟你们讲，我现在用猜的好，
我拆开来卖好了。来，有些人喜欢这个薄长拉链的上衣，短版的，好不好？我拆开来卖好了，这样子的话大家才会买，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它的下身。等一下哦，我拆开来卖，很好看哦。我发现你们都喜欢我拆卖的东西。嗯，来这个，这个很好看，而且是这个季节穿刚好，拉链的，拉链的。好，你可以选择拉或不拉，薄的薄的，薄薄啊啦，薄薄，薄薄啊，薄薄鸡啊，薄啊，薄薄鸡啊。嗯，来，它跳开啊，它跳起。好，来这边，薄薄鸡，薄啊，薄薄鸡，来这个，哦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两件这样才500块而已。天哪，我真的没啥东西好卖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它的窄裙，来，它的窄裙我拆卖了，好不好？它的窄裙我拆卖，但是因为什么窄裙我会拆卖？因为窄裙如果XL的女生穿，可以穿，但是就是会比较贴身，所以呢，我建议 SML 你喜欢这种开叉窄裙的女生，来，好，三件550，好不好？一句话，三件550。买到赚到哦，窄裙后开叉，然后有口袋 ，SML 的女生哈，三件直接带走，不要留给我，三件550，很好看。只是它就是这个的话，就是如果露太露的女生穿，可能会有点不太美丽哈，不太美丽哈。来，哎，然后上次那个几把扣的，我又找到了一件几把扣，100块，又找到了一件。超好笑，这一件又找到了一件，哦，几百块就好啊，几百块，随便来卖啦，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什么，嗯，来啦，这个也给你们搭啦，好不好？包心纱哦 ，V 领，不小心找到，而且还是正黑色，正黑，好，哦，让你们搭。刚刚有人买的，如果想要搭的可以搭，最高等级包心纱哦，哦，我们来再来翻。来啦，那个，这有点小心疼，这个小心疼，这我到旁边找到的，也只有一件，剩又一件哈。来，这个也都让你们搭啦，哎，针织好不好？针织哈，当季可以穿哦。现在有黑咖奶色，还有灰，还有灰哈。今天大概开头先来一个，先这样子，嗯哼哼哼。来，这个也100块，这当季穿也可以哦。这是那个叫什么？这个是那个莫代尔棉的，好不好？也几百块了，随便卖。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哎，这个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既然这样子，我那时候什么一件600，然后后来不是不啰嗦500块，500块哦，哎，500块风衣哦，风衣哦，各位。500块的风衣哦，外套性穿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先帮你拿起来。500块哦，风衣哦，再这样子真的是那个出去拍照很美哦。我已经就是你知道踩到一个人生的最底端了。等一下哈，我先那个500块的风衣，美到一个炸裂。你等我一下哈，我这个是李米雪的。冰雪，加快，好。喂，我脱一下，让我脱一下。这真的很美，这件真的买到。雪海，我跟你们讲真的，它真的很美，料子各方面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看，它不是薄薄的哦，它是很挺的料子。这个其实春天穿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哦，比如说你要山上赏花、赏雪、赏秋香的也是可以。你看，很好看呢！我的妈呀，这件居然沦落到500块，它真的会生气。而且它刚好是闪出去，所以你的肚子、屁股什么地方全都是遮住，而且还有帽子。那种下雪的地方，里面穿那个什么，里面穿那个发热衣有没有？外面套遮件。好，勇去拍照的时候，你讲瓦碎无瓦碎。今天500块，真正哇，真正哇，真正哇，哇，真正会死哦！哇，咦，这个没有大一点的袋子吗？怎么都那么小？
都变那么小嘞？我看塞不塞得进去。嘿嘿嘿，这个500块买到，嘿笑出来了，会笑哦，真的会笑。我是单纯不想要把它收起来而已，不然明年拿出来卖个650，还是一样是简简单单呐、啊。就想说，反正都给你们，反正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要干嘛。除了特价回馈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这个是黎明雪啊，500就好了。好啦，它还有灰色，还有灰色哦，还有灰色哦，你赶快，明天就可以出货了，哈，你看。是不是很好看？我是说真的，就算你今天不要绑，对不对？它的手袖这边就是有设计的，很好看呢，500块呢，好看。刚才给他让，哎，他绳子嘞，哦，绳子已经套好了，是不是？看看，对不对？绑起来那个领子各方面都是没有，灰色剩最后这一件的哦，没啊，没啊，嘿，没啊啦，没啊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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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看还有什么东西，等我一下哈，我在慢慢的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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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寻，寻啊寻，寻寻寻寻逆鳞，寻，这个是什么东东？